是不守护的，后面28个人让我一个一个的讲，我没那个声音啊。来，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，这个玉博士，还有大皇宫，大皇宫在隔壁那边，那一道门一出去大皇宫。等一下，如果你们不小心走出去了，就回不来的了。因为这一道门不要随便出去，有六道门，五道门走出去回不来，我有一道门出去还回不来。哪一道门呢？去给我们上卫生间的门。你想上卫生间，到这道门去上卫生间，上完卫生间再出来。除了这道门外，别的门不要随便出去。